期我们唱唱，这是中型机器，中型机器正好是18厘米签子合适。嗯，这是中型机器，这是按钮。中午了，一个。签的有点少。串咱们要不露尖儿，对。这个他们这个跟马来西亚那个规格似的，咱去年做的马来西亚那就这规格，这个肉就是这样。这没上，没上紧，那整的我说话了。这个就是说他们要看看这个效果，这机器也不是说给他们做的，就是穿出来就这样。嗯，这一把穿完就这样。哎，这光挡着哈，这是。嗯，把这俩正的过来。行，就这样行了。你看看，这规格再穿出来就是这样的。这一把穿完了就这样，你让他分着，让他看。行，不露尖儿，这个都不露尖儿的。他们好，应该加调料。完，这穿肯定没问题，他这规格跟马来西亚那一样。这肉好穿。他们外国这个肉都是挺整齐的。行，就这样就行。